22岁，2013年，入选的国家队。刘Dingshuo是一名只有20岁的年轻运动员，便获得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冠军。15，那这样说，他俩也是国家队队，年纪也相仿，漂亮。要相多回合的相持要多。漂亮。这些专业运动员里边，他这个反手也不再像原来说反手是防守了，我反手同样是进攻的手段。最近大家都越来越更多的注重那个反手，漂亮啊！所以我觉得刘丁说发球的时候会更好一些。来了啊！他漂亮，漂亮，对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啊，来了！啊，周凯发球，哇！年纪上也是差2岁，啊，差距不大。对，是战胜对方著名的运动员，一个是给自己提士气，而且就是锦标赛，全国锦标赛啊，这个难度的程度其实比打世界赛更难得多。漂亮。发球要好点，刘丁硕的发球要好。哇！过硬。哦。漂亮，漂亮。还很难说。漂亮！哇！哎！哇！所以转瞬之间，差距就剩了2分。2013年，但是现在从他们这个对战的经验呀，就是完全的不信心，才会在众多天才当中脱颖而出。对，哇，哇，哇。为什么累月的胜利才能让他站到这个巅峰？是的。
的一个角度的话，我们就是拼一个技术的掌握情况。这个士气受到了打击。嗯。哇！漂亮。漂亮。正手可能更顺手一些，但是容易在这个变化中有失误。机会，这个球，哇，就重蹈覆辙了吧。刘丁硕有点急，漂亮，漂亮，哇，那我休息一下。哇，说明这个球啊，打的是积极主动。漂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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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哦，周凯呢现在感觉有点想起势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而容易出现失误。对。哇、哦！来一次。嗯。漂亮。漂亮。三局啊，这是打好了谁都能赢，打不好谁都能输。哇、哦！漂亮一点，但是他也只是刚刚的22岁。漂亮！过来，六，漂亮！哦，太棒了！这个。是双方的决胜局。反手是特长的话，就打反手就好了。哇！盯着你反手打我也赢不了，干脆就从正手试试吧。其实我们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哈。你要在你这个时代当中成为那么多优秀球员当中的更优秀的人，他也更系统一些。那是。哎，遇主将退赛的解放军队啊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但是确实很顽强。漂亮！哇，这个球打得打。这很难，很难搞了。哎、哦，百度，漂亮，哇哇，
分，一分，漂亮。打开是自然开的。哦，中间位的。漂亮。他输了就没有了。对。哇！漂亮！哦！哦，又一个操啊！十岁。